就是不怕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我们还是跟那湖南乌达斯啊。煮饭呢？啊，回家嘛，第一个啊，枸杞。但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Udas pipi udasio, u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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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 pi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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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io, udas pipi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吴大师比比，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 BB 哎，吴大师 BB， 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B。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出的吧？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出的隧道是不是？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马烧让你。嗯。关机。把你放出来。阿妈。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就这样吧。我念让你迷上。哦，什么？我念让你迷上。不打是比比。我现在问一下后人，人家是外劳了呢。没有外劳，那个都是那个，可不可以问一下是哪一组？台湾族。爸妈都是台湾族吗？
嗨。哦，有没有排湾族的名字？Gurius。啊 ，Guri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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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哦。那可以问国语名字一下吗？陈忠义。看一下镜头嘛。哎呀，不要讲。那边有两盆。讲陈忠义哦。忠孝的忠吗？道义的义吗？义气。哦，义气的义。忠心。中心那个中，一个中一个心哈，啊义是义气的义，陈忠义哦，嗯，好，可以问几岁吗？45，45，45是58，57哦，59，好59，那个您现在是住在什么县市、什么乡、什么村？高雄市楠仔区。就是这边老家是？这边是老家吗？老家是101号。不是什么乡、什么村？台东县金峰乡新兴村沙布鲁。新兴村沙布鲁啊？沙布鲁。沙布鲁。哦。这边有谁啊？你们的那个沙布鲁。对，这边有谁啊？哦。哎，等下忘记看什么？你要照这个字，你看沙布优，沙布优哦，好。那我问一下哈，那个你刚刚讲说抬杠哈，抬杠台湾族话可以怎么讲？我们今天要聊天，就是来聊天台。哦，聊天。我们要不聊了？抬杠就是聊天。那个台语有一句卖砍拖，那个卖砍拖可以怎么翻台湾话？不要牵扯到我这样，跟我没有关系，卖砍拖这样。类似的。马亚基钢基。马亚。日本的说哦，阿弥陀。母语哦。母语怎么讲的？大概就。马亚基阿达。印尼，我们不是，可是我们都是从以前就讲那个日本话了。好，那今天跳过，想到这个，那个有时候台语讲道丁呢，道丁呢哈，就是在一起的怎么讲？道丁哦，阿廖链，阿廖链，哎，就是在一起的。对，好朋友这样，阿廖链。不是我说那个，有时候男女是在一起，他们倒丁的这样。阿廖链。哦。啊，女生的话叫拉巴拉巴，啊，我们男生讲说阿廖链。哦，那一个是兄弟，一个是姐妹套这样。对。哦，那个，很好的朋友就骂姐那个。就是一样。啊、哦，一样的意思。阿廖链。那个，那个。很喜欢开玩笑，怎么讲？你懂吗？来开玩笑。嗯。怎么了？你爸爸了？反正就那个聊不完，他爸爸就是酒里。嗯。啊？怎么讲？什么？是吗？人马拉巴拉，很长啦。没事，我有录影啊，没事，你玩。人马拉巴拉，他爸爸就是酒里，不要。啊，你帮我放慢速度再念一次，放慢速度拉长。我只能一步。什么叫？拉长啊，在那背弯多呀，呀很难。你把它放慢，然后拉长音。人马巴拉巴拉，他不是爸爸就是。好，再扯，你完整念一次。你妈家吧，一百一。整个来呀，妈家吧啦，他爸家这里。我。好，念一次。没，我不会，没不够慢呀，没不够慢呀。阿姨，你帮我念一次，然后念慢一点，然后拉长音，好不好？整个来呀，妈家家吧啦，啥爸家这里。哦，好，谢谢。
就是爱开玩笑的。对。好，那个有英文有一句叫做 "Oh my God" 哈，就是我的天呐、啊，那个天怎么讲？哦，我的啦。那就是 "Oh the ra"， 我的啦。啊 ？Oh the ra。Oh 什么？哎呀 ，Oh the ra。Oh the ra，Oh the ra。你们的天空怎么讲？啊？天空。天空哦，什么天空？格尔班，格尔班，卡布鲁安。那你说那，你刚说那个 Oh my God 怎么讲？我的个，嘎嘎是什么 ？Oh my God， 是吗 ？Oh my God， 我的个。哦。卖掏球啊！他们说开玩笑，主持人开玩笑，女明星会偷笑吗？我们妈呀，给擦高怎么的？喂，别偷笑！就卖掏球啊！你这都没啥意思了，这怎么的？咋怎么的？买给他搞几亩地的喽？那怎么差不多？你们撞啊！小心点！杜刚嘉宾，杜刚嘉宾，刚问起，刚问起，啥音不少什么哟？乌都玛尼鬼鬼，罗嘎扎来，黑老罗诶！来看这边，再介绍一下国语名字。国语名字叫白玉涵。太阳名字，太阳名字叫余浩。哪一组？太阳组。住哪一村？阿华村。哪个国小？阿华国小。几岁？几年级？八岁三年级。好，旁边给他鼓掌一下啊、哦！好，谢谢哈。你会 B-box 哈？那就开始表演哦，海贝，开始。很好。看这边，看这里哦。我你看不看？在这个夜里，你爱我，想要怎样？我爱习惯，到底是为什么呀？一树路管子沟那大路安达路基树那努比一树瓜啦一树瓜啦一树比牛库西布那安达一大瓦阿米嘎阿皮和伯路只有那古瓦都卡苏瓦瓦卡皮西努阿
阿妈。啊。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浪哩。马烧浪哩。嗯。关机。啊，你放出来。阿妈。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浪哩。马烧浪哩。我念让你同意上。五大师比比。问一下，你会讲哪一些道卡施主的话？随便，字都可以。嗯。有没有妈妈或爸爸什么简单的一两个字呢？谁会？因为没有啦，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准有准备要准备资料要学啦。都还没开始上课。对啊，我们没有有落很久了啦。最近几年才慢慢在恢复，找回来那些。主要分布在刚刚说那个什么后龙镇。后龙镇新社。新港社。哦，新港社。那个母语怎么会？母语啊，母语是今年才设计说要念的。哦，之前没有。但是有组成单位，推一些文化就对了。有。哦，母语就是比较晚才弄。对，因为我一直想要进入那个。原住民族，所以我们昨天有七八百族，他们也要争取进去啊。平埔族的现在也说很多要争取进去啊。啊，可能我们几率，因为我们已经跟平地的同化。那你有没有平埔族的名字？大卡斯族啊。母语发展的比较，母语发展的比较晚。对，因为我们有没有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100多个字。对，因为以前流落的部分有没有，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然后一些耆老有没有都已经过世了，所以一些有没有文字啊什么都没有保，所以现在目前只剩下100多个而已。对。70、80岁的还有人在吗？70、80岁的有，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母语的话很少，对，然后他们能流传下来的文字也很少。古生啊，白羊几嘞？来一袋呀。古生啊。培养几个来大人，姨妈培养几个，艺术室外培养几个，父母来，艺术阿叔呀培养几个，老黑本阿三的马路木，培养的马路是橄榄古井。有哪啥意思？有哪啥意思？花束花纹，有哪啥意思？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五度三音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那个苍蝇怎么讲？拉拉昂。拉什么？拉拉昂。拉拉昂。那个粘苍蝇怎么讲？粘苍蝇怎么讲？这是古旧的。自己就去穿了。哦，自己就去穿。自己就去穿。可是后面还要叫自己就去穿了啦啦袄。哦，收好了。自己就去穿了啦啦袄。喂，哎，今天我老没有穿这古松。你莫说笑。那个很多苍蝇怎么讲？李亚瓦拉郎、好，那个文字我念一下嘛。李亚瓦查查郎，李亚瓦这样，李亚瓦查查郎，好，文字哈。李亚瓦，正经一点，啥是声音声音？哎，那个正经一点怎么讲？对，他正经啊，你。基比对。
哦，对，去保保龄哦。好啦，你你有人哦，有工作了就找你做。去山南花哦，拔草的。去山南花哦，去山南花哦。还有什么？打地打地啊，那种。还有拔草还有什么？不是另外，我也保工作，山南花一样吗？山南花哦。哦，清醒一点是什么？你包什么？你包包零号哦。那个酒醉了怎么？酒醉怎么讲？那么简单吗？不了，马不了。那那个酒鬼怎么讲？酒鬼，什么？什么？你买个啦，把德玛格啦。我买。格啦，买个巴格啦，把德玛格啦。买个。巴格啦。啊，德玛格。啊，德玛格。喝酒，德玛格。哦。那是黑土。那是黑土酒。古古阿威啊。不一样啦，我们。古阿威是黑土。不一样，我们酒鬼不一样啊。用啊，这用啊，用啊，喂！用啊，阿姨，那个装傻怎么讲？装傻？给公。格那咪，咪公公啊，公是好像是普通话呢，要不我们从小也是这样讲吗？格那咪不葫芦啊那呀，你不葫芦那怎么？不的，咦，你不要装傻子啦，格那咪。像有的那个欠钱不还会装傻。格那咪格不的那，格那咪呀那呀，哎。阿达明是阿达阿切切也有，那边挂起来。你看这边公公啊，那一带哦。你看这边公公。没公家公公。是是是，习惯了嘛，真的讲。阿达明没拉吧那呀？啊，喂喂喂！你看这边了啊？阿达明没拉吧？哦，那那个好，那个。英文那个 very good 哈，非常好，很棒，怎么讲？我布拉布拉一样，布拉布拉一样，哦。布拉哦，布拉布拉。南王屋阿爷在那拍完。布拉布拉，哎，南王屋啊， very good。代工地聪明是什么？啊？你什么什么什么聪明？我的名字。哦。你在做这，那回放学回家或放假在家，都有没有跟大人学母语？跟我跟他们学母语超无聊。没有啊。啊啊？没有。跟他们学很无聊。哦，你觉得学母语很无聊？嗯。妹妹，你再讲一次，你说学母语很无聊。超级无聊，听不懂。哦，听不懂哦。哦。哦，你个性很直哦。来。那个你会妹妹来，你会想把台湾族话学好吗？不想。为什么不想？人家都以为我是台湾族，我根本都不想当。哦，你不想当台湾族啊？哎，你呢？我还好了。好。人家都以为我是台湾族，我根本都不想当。哦，你不想当台湾族啊？哎，你呢？我还好了。好。妹妹，你最近都没得讲话了，你啊？妹妹，你不喜欢讲台湾族话，为什么？无聊。无聊吗？都没有想学一。无聊。哦，弟弟，那你想不想学台湾族话？说不想，说不想，说不想。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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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你会用那个什么录影功能吗？会。你把它打开。打开那个录影功能哦，录影哦。哇、哦！下不去。问一句说，比方说你要去你要去哪里？怎么讲？你要问呢、啊？要讲国语吗？那他问、啊、你问，然后请阿嬷翻译给你。看镜头讲话。叫到外面。妹妹，那个我要睡觉怎么的？不要那大哥，不要那大哥。再一两句。啊，我要去，
我要出去玩什么的。白羊啊，一房二房。白羊啊，一房二房。再去。啊，我要去学校怎么念？白羊马嘎古。白羊马嘎古。好，谢谢奶奶。好，你帮你阿妈看一下。好。我要睡觉怎么念？白羊马大嘎。白羊马嘎古。啊，我要出去玩。白羊马一房二房。白羊马一房二房。爸爸，爸爸。啊。我要去学校的。白羊马嘎古。白羊马嘎古。好，谢谢奶奶。好 ，Kitty， 等一下啊，我刚刚教你这个有没有很方便？嗯，你拿这个每次回来后，看这里，看这里，拿这个录阿嬷，然后说请阿嬷讲慢一点。哦，你录下去回去就可以一直听，那有时候可以把它存在那个 MP3 听。那存在电脑可以看，或是用平板手机看，有没有？有。你有时候上英文课啦，以后是国文啦、补习都可以用那个录音，对吧？知道。那你如果在石门不方便回来后，打电话给阿嬷，或者是用那个 LINE 打电话问，然后问完之后录下来，你就可以重听。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谱怎么讲？金谱不是那个台湾什么话？我们都讲日本话。没有一定有要取进来就是媳妇的。有没有媳妇那个字？他跟那个女婿、女儿要嫁给。嗲婶。的那个媳妇。嗲婶。这是日本话哦，奇怪。啊，那我问一下，那个人先跳过，那个偷吃怎么讲？给他，哈哈哈，给他搞一点。偷东西？不偷吃。啊，偷吃啊。的偷人呢、啊？一就看。那个有经验的，我那个有经验的。告诉我娘什么？有经验的讲。那个偷吃偷人怎么讲？偷人哦。找小三的事呢。啊，阿达去吃酒。哦喂，我先去尿尿。我们去吃不多。沙拉有时候煮好菜，那个小朋友会先偷吃，不要偷那个、哦、那个偷吃怎么讲？大家弄那个不在那个嘛，弄那个对呀，那个那个豆包，豆包，等一下，我先去大人家在录音，去找底下。你们先叫个啥？你问哪个留下？你把底下那个哈，一个成语哈，那个我坐这边一下，那个偷鸡摸狗哈，偷怎么讲？什么狗？啊？什么狗？什么狗？鸡怎么样？可是偷鸡摸狗。不是，叫字面上就好了。鸡怎么讲？不有。那个摸怎么讲？有时候摸狗那个摸。Demapis。啊 ？Demapis。Demapis。Demadas 哦。Demadas。Demadas 狗呢？狗是那个动物吗？对，巴杜。巴杜。巴杜。那个公狗跟母狗怎么讲？阿妈到阿里拜，阿个巴杜。Vadas。Vadas。那公的叫 Vadas。Vadas。母的叫。阿妈爸爸呀。我爱你我要去买中国的。
马路啊，马路啊。马路啊，很烦哦。马路啊，林小姐，那个很吵，怎么讲？马粗一点，马粗一点，马粗，马粗了一点，马粗了一根。很吵啊，马粗一点。那个八卦怎么讲？就是嘴巴会乱讲话。啊，对的。啊，不相信你以前就一个了。你听说一个就是。阿妈要叫妈到这，什么地方？他走走。办法子了。哎，不对不对。阿妈呀。啊，这一什么地方？他地方就那么大，那么大就很八卦。什么地方了？什么地方？基本上今天他那什么地方了？今天什么地方？办法子了呀，办法子了呀。没有吗？平平的书包。啊，我平平的。啊，八卦的。八卦就是什么的巴人啊？什么的巴人？什么的巴人？什么的巴人？他是他们。多少？哦，70。你几年？八卦他们的水，龙江的森林气，给那哑巴的太阳。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呜耶。解答哦，那个耳朵怎么讲？爸爸。哦，头怎么讲？土路。哦，你那么厉害啊！头发嘞？起路路。白起户。哇，给你翻一下，给你翻一下。黑起户喽。那个，我跟你讲哦。那个什么眉毛，你会不会讲眉毛？不会。不用变身就这样。眉毛叫眉毛，没有。五根罗呀。五根罗呀。哇，你厉害！胡子会不会讲叔叔脸上的胡子？白起胡跟黑起胡，问阿姨，问阿姨。然后我看过那个黑起胡跟白起胡。那个手怎么讲？对，狗爸。然后他们两个脚变成换。嘎盖。好，然后。等一下，我在录音，你们两个呱啦呱啦的在。然后他们是。来，那个牙齿怎么讲？牙齿？不知道。不会就问阿姨。阿婆了。阿婆。耳露。耳露。你这。怒。舌头呢？我不知道。玛丽。好，来，眼泪会不会讲眼泪？我不知道。问一下。罗亚。念一下。罗亚。好，讲一遍。猛人呀！嗯，好嘞。那个口水会不会讲？不知道。问。什么外？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五度三音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我问一下，那个流利怎么讲？练凳。流利什么？
流利啊，就是你说讲讲话很流利，啊，讲话流利哦。台湾话，因为他讲话很溜，这样。有时候那个，比方说外省的媳妇嫁进来啊，哎，他很会讲台湾话，讲得很溜。怎么讲？很溜。在贵州比较稳，那看我一点，哎呀，那谁呀？很溜，很溜的哎呦。在贵州，那啥我比较稳了。我那吃的嘛，就哎呀，我那吃的呀，我那我那。我那个地嘛，不过我那就是很聪明呢，流利的话差不多吧。也可以，就是类似的形容就。我那家，啊，我那的，啊，我那吃，我那吃，我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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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对呀，就是沙地嘛，就我那的嘛，沙乌沙乌。我流利说的，比较过来。我嘛沙乌，我那比较过来。嘛沙乌比较过来是很会说话。流利呀，流利的意思。马少比较棒，哦，这伯恩是聪明的呀。我不会讲真的。再贵古比较棒，你听呢？马少少我比较棒。马少啊。马少比较棒。再贵叔那是马少比较棒了。那说了话叫再贵。我们是马少。我说了话叫你。我再贵呀，比你了。你这是比上贵，这是说话。我们是白话，不说比。我真的忘记了。我给张贵，我那是给谁呢？他是给谁说张官？我养个小太阳。哈哈哈哈哈！哎，送你了啊！外面是吊篮啊！哎，妈的，妈这个人去哪里了呢？我跟你讲呢，忙死的呀！到了。那个那个要，阿里就掉，阿华那种工头硬啊，阿里起码搞工头的七八百钱的，很热是是要溜，我讲过去，脱衣服怎么讲啊？脱衣服，哎，没有衣服嘛，不要去打扫了，我要拜呀，不是这个了，衬衫呗，衬衫，什么高吧？什么高？什么高吧？什么高吧？脱衣服了，那个。那个青菜随便怎么讲？马来，啊，马来，嗯，哦，马来随便青菜嘛，马来湿湿的怎么讲？淡淡的，你这个马超衣服，马超衣服爱穿，他本来弯呐。长蜘蛛网怎么讲？爱巴棒。蜘蛛网怎么讲？哎，爱巴棒哎。爱巴棒。那个，等一下我问什么？那个。你们的蛇怎么讲？蛇，金龟子，很多种啊，就是统称叫嘎啾尾。阿啾尾，阿啾尾。然后那个蛇会那个卷起来，哈，卷起来怎么讲？马里古布，马里古布，哎，马里古布，马里古布。那它会走那个 S 型、蛇形这样的，那个怎么讲？蛇会卷起来呀，马里古布。马里古波呀，马里古波，年轻轻的谁呀？喂，马里古波，啊，再讲，我刚是问你，我那个蛇形怎么讲？它会这样，蛇形，对那个，尾巴。尾巴，哎，尾巴，它在走，它会蛇形，尾巴。啊，就不要蛇形。那个。眼镜蛇看到人会这样竖起来，膨那个膨胀怎么讲？Zippo
啊？妈那几个是狗呀？啊？原件是日本，日本，喂，日本，日本，喂，日本。哦。他会那个，那个叫原件什么？他会攻击人。他那个身体会胀起来叫日本。对对对，日本。那个竖竖起来叫什么？他会这样站起来。米嘎山。啊？米嘎山。米嘎山。哦。啊。要攻击人。苗二路好熟，那什么？苗六七。哦，那个国旗啊。哦，对啊。哦，苗二路啊，哎呦，学过学过。那闪不要用，那闪是火药。啊？什么火药？怎么讲？苗闪。你不要老闪。苗闪是我想要，就国旗人嘛，我想要。那那个不要不要停，怎么讲？不要停。没劲。没劲。买什么？别讲了，我搞定了。哎，没有，有些可以问活泼的，没有关系。那个，有时候他们在那个，我们在开玩笑了，开玩笑。没有，他有时候在炒，在煮那个煮东西哈，有时候在搅那个，比方说在勾芡啊，说哎，你搅搅，不要停，不要停，怎么讲？不要停下来，就是一直做一个动作，不要停下来。给林木，给林木，哎，给林木。哦，不要停下来，意思就一，意思就是说快一点嘛，不要停啊，格林木，那个是快一点吧？对，格林木，对，格林木，格林木，格林木，那个大武那边，不是上武那边，好像讲格林木，就是很像。那个不要停下来怎么讲？买呀什么卡？买呀什么？买呀什么卡？买呀什么卡？哦，那个，如果有时候那个男生可以扛100公斤、200公斤哈，很厉害，很猛，很猛的。大力把个手，大力把个，大力把个手，大力把个手。哦，哦，那个他的舅舅，他的舅舅。哦。大力把个手，大力把个手哦，好，好，还有，干嘛了？干嘛是？再加强就是力是一样了，干嘛了？还有力量，哦，跟大力把跟干嘛一样力是，干嘛了？干嘛？干嘛了？干嘛？哦，哦，我打错贝贝。哎，你好，你好。那个，手上我们那个男生，不是，我要抓角度，因为那个会逆光。那个我们这个有这个腿毛哈，那个腿毛怎么讲 ？Oval。那个阴毛叫 Gubis 是吗？喂，这个是 Ovis。Ovis。啊，这个叫毛。那个手底下这个也叫 Ovis 吗？喂，对。喂。一样吗？喂 ，Ovis。Ovis。Ovis。啊，这个头发是 Oval。Oval。喂，头发是 Oval。那个眉毛怎么讲？打到人家，你们的父母亲赔钱。没毛红，就这样。对，多少？啊，没他没毛。十等。那个，我的名英雄，我台湾族，比亚，感觉热吧？是台东县大武乡上武村古城古庄部落，是不是？对。没错，男生的器官怎么讲？布里兹，布里兹，哎，不是 Rujo 吗？还是什么 ？Rujo 也可以啊。那阿里奇，阿里奇。那女生的怎么讲？布吉。那男生那个睾丸怎么讲？阿拉莱。不，阴毛要怎么讲 ？Gubis。啊 ？Gubis。哦，勃起那个怎么讲 ？Takro。射精要怎么讲？你不打。就不打，很粗怎么讲 ？Gura， Gura， 那个很长呢 ？Garo， 啊 ，Garo， Garo， 中破塞哈，他有唱一首歌叫那个吹喇叭哈，如果那个字要怎么讲？吹，如果男生打手枪那个怎么讲？
是脉结，脉结脉结，就是脉结，也可以讲说鲁萨鲁斯，穆萨鲁斯，勒姆，勒姆萨鲁斯，勒姆萨鲁斯。那如果像我们有时候讲很爽，那个字怎么讲？沙翁瓦啊，沙翁瓦，很色。马巴莱，马巴莱，马加九，马加九，波霸那个大胸部怎么讲？古拉啊，古拉加九，古拉，对，古拉。然后胸部怎么样？嘟嘟啊，嘟嘟。哦，古拉嘟嘟，对。哦，舔怎么讲？吉米嘎啊，吉米嘎。吃怎么讲？干努，干努，干努。吞呢？甘住啊，甘住。那个咬怎么讲？咬啊，嘎努，嘎楚，嘎楚，咬叫嘎楚啊。在上面，在下面怎么讲？伊巴宝一只狗，伊巴宝，伊巴是上面，对，一只狗是下面。快一点怎么讲？卡雷姆，羊尾怎么讲？可是我不懂哎，没见过，我也没经验。那那个，那那个，做爱怎么讲？英文是 make love 那个做爱。make love 对。Yeah, OK。啊？九路。你直接讲麦些大声点。九路。九路。给。啊，再一次。九路。九路。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那如果说那个有时候他们两个瓜牛会在那边交配哈，那个黏在一起，那个交配怎么讲？哇！你这我对呀、啊，嗯，在叫骗子说话呀，那个叫罗罗，大哥，在叫骗子说话呀，那个叫罗罗，大哥，在叫骗子说话呀，那个叫罗罗，大哥叫罗罗，那个叫罗罗，马哥是大哥，马哥，马哥，嗯，在相片叫做马哥叫罗罗，马哥叫罗罗。啊、在香贝叫做马卡丘罗罗，马卡丘罗罗，在香贝叫做马卡丘罗罗，马卡丘罗罗，是吗？马卡基斯巴拉呀，马卡基斯巴，马卡基斯巴，交配来交配，哦，马卡基斯巴斯巴，那如果那个蝴蝶打爆了。马卡基斯巴拉呀，马卡基斯巴，马卡基斯巴，交配来交配，哦，马卡基斯巴斯巴。那如果那个蝴蝶，打爆了，公的跟母的怎么讲？公狗跟母狗怎么讲？金娜金娜干嘛干嘛呀？金娜金娜干嘛干嘛巴多？金娜金娜，金娜金娜就是母的。金娜金娜是母的。嗯，干嘛干嘛就是公的。干嘛干嘛，巴多就是狗。哦，金娜金娜就是母的。金娜金娜是母的。嗯，伽玛伽玛就是公的。伽玛伽玛。巴杜就是狗。哦。金娜金娜就是母的。金娜金娜是母的。嗯，伽玛伽玛就是公的。伽玛伽玛。巴杜就是狗。哦。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五度三音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